嗱，我哋而家有两款烫金笔啦，两款咧画出嚟都差唔多嘅，争在咧个外形系点样嘅啫。咁呢一个个外形就系粉红色啦，细细支，就有一个幼嘴，一个粗嘴，喺尾部嗰度咧就可以拧开佢入边嘅。另外呢一款咧就有三个嘴，一个就系平头，好似螺丝头咁样嘅，一个就系 0.8 幼啦，另一个就系 1.5 幼啦。我掹出嚟睇下先。呢一个咧，直接就系用个 USB 咧去插落去个便携式充电器嗰度咧，就已经可以有电嘅啦。而插完之后咧，就要开掣啦，两个都系嘅。我哋需要咧就系预翻佢大概3至5分钟预热，即系话如果你想玩之前嘅5分钟，你就要插定啦，跟住摆喺度等佢热咯。如果你想换翻幼嘴咧，就拧开呢一个，插翻呢一个，咁就系啦。每一盒会送一卷烫金纸，呢一个就系彩色。咁以前咧，我哋嗰个单一个头嘅咧就系送金色嘅，除咗呢啲颜色之外咧，都仲有一啲散装单卷卖啦，譬如呢个系玫瑰金啦，呢一款咧就系哑金啦，出嚟嘅效果咧都各有唔同啊，可以睇一睇个效果先。如果彩色咧，放喺黑色纸咧就系呢一款，我觉得劲靓嘅，其实黑色纸。想介绍下咧呢两只烫金笔系点样用嘅，咁其实两只咧都差唔多，一只就入电啦，嗰个颜色咧就系粉红色啦，细细支嘅。另外一款咧，睇到个盒都睇到噶啦，嗱，我哋而家有两，有好多朋友咧谂住啊，我都唔识画画，点样烫啊？咁其实咧烫金烫银咧，而家已经好方便噶啦。可以用一啲呢啲模啦，去自己去砌一啲图案啦。你可以填满颜色，又或者可以画个线框俾佢。呢、这、一个就圣诞款啦，可以用翻呢一个雪花，有大细雪花嘅雪人咧都可以用啊。但我就冇用到啦，雪人。我比较喜欢雪花同埋呢啲吊嘅波波，吊嘅波波咧呢一款 stencil 咧就大过少少啦，反晒光添，大少少。所以大细系唔同嘅，细嘅当然系平啲啦。咁今日会试下点样用，喺未做之前咧，要开咗个烫金笔先。呢、这个以前我哋做好多 workshop 嗰啲咧，都已经介绍过噶啦，直接就插落去 USB 入咗去就用得，所以都好方便嘅。咁今日就试翻呢个入电芯嘅。重量咧都大家差唔多，唔系话好重，可以，佢都有几卷烫金纸俾你用。呢、这个就螺丝头拧落去，但系如果你换嘅时候咧，就小心啲啦，即系要等佢冻咗之后先好换。我哋开着咗先，好。头先未开咧，佢冇橙色嘅，依家开咗咧就少少橙色。我哋一阵间等佢热啲先用，趁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做定一啲准备功夫啊！我就谂住烫一个唔关圣诞节事嘅图案，呢一个。呢、这个就唔用啦，星星我经常用嘅，咁可能一阵间都有需要，打开一边先。嗱，喺未烫落去之前，我哋等热啦，等热就铺咗啲金纸落去先。本身咧一卷咧，头先嗰款咧系细细卷嘅，你就可以剪一啲出嚟用。如果你惊唔够用咧，佢其实啲颜色都几靓嘅，紫色、蓝色。咁但系我用开咧就系大卷嗰只，剪咗之后就黐一黐佢。譬如我想。做喺呢一个位置嘅，我哋褪啱个位先，直接就铺佢落去。但如果你系想定得佢好啲咧，你就要黐胶纸啦。啲胶纸咧，你就揾一啲黏性冇咁高嘅，
黏性好高。跟住就擺佢落去，擺好咗個位置就其實係用得噶啦。不過未做之前咧，你可以揾一張白紙，譬如呢啲花咧，我哋可以預先畫定嘅，睇唔睇到？一張白紙先，譬如你可以畫定一啲花咧，喺個牛油紙嗰度。好似唔夠光得滯，因為變得滯。啊，係啦，見到啦。咁畫定啲牛油紙度啦。如果有需要咧，你冇嗰啲圖案咧，你想畫你自己嘅圖案咧，你就畫咗落牛油紙先。然之後就要用牛油紙去擺落去個燙金紙個面，跟住佢畫。又或者係起個稿落去個燙金紙嗰個面嗰度，亦都可以。因為牛油紙咧，有時有一個厚度咧，就隔開咗個燙金紙，可能咧會過唔到落去底下嘅。但是你用的牛油紙如果是薄的呢就會過得到，即是如果你要燙這個花下去呢，就是鋪了金紙先啦，再鋪這個牛油紙啦，牛油紙就有些圖案，就直接在上面那裡畫。好，我試一下去夠熱味先，我們不知道講了多久，嘥少少去試一下，你見到它落了去呢就可以了。即已經有了，那我會做一些不同的效果，例如呢你除了框的線之外呢，你都可以做一些 pattern 給它的。不要走得太快，我們要慢一點，你会看到呢它那个边边好像黐住了下去的了，黐了下去你要烫那个底纸那里。我通常稳阵起见呢会画多一次的。好，我不想那么单调，又不想斋做一个底色，那就试下画些波点下去了。跟住到隔篱嗰个啦，咁记得黐实啲啦，咪中途甩咗出嚟就唔系咁好。就俾大家睇下先。咁呢张烫金纸咧，剩余嘅位置你都可以用嘅，例如你想烫跟住嗰个细细角。对齐呢一个第一个，大约你要你系睇唔到噶啦，你系要咁样因嘅，估估下咁样少少估啦。嗰个头唔好掂到，会辣少少辣手，又唔系真系好辣。咁睇下头先我喺边啦，喺呢个位，我摆去呢一个隔篱呢个位。按實去，即系咁样按實去，好似睇唔到，我褪过啲先，光得滞，系呢个位咯，按實去。除咗咧，我哋框嗰边之外咧，亦可以做一个底色俾佢嘅。有啲动作唔可以太快啊吓。而家呢一个系实时嚟嘅，
我初初用一个实时俾大家睇到咧，嗰个动作系大约几耐？一路游啦，游满佢，你会见到咧嗰啲金色咧系离底嘅。放大了一样是实时的，现在一路这样游啦。你譬如你隔得太松呢，这样呢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位置是没有烫到下去的，你会自己看到的了。因为烫了下去之后呢，这个金子呢是穿了的。你可以打斜游一次，打洞游一次，咁就包冇漏啦，即系游密啲，密集式咁样游。咦，咁呢个情况系咪可以用粗啲个嘴呢？冇错啦，系啦，系可以。不过要熄机，拧开佢，再换翻。咁我就懒啦，费事熄啦。因为呢一阵间烫呢啲好尖嗰啲位呢，你用右嗰个嘴呢佢又未必去得到嗰个位嘅。咁我而家又睇下喎。嗱，你黐住咗呢，你可以睇到有冇先有问题呢，先再返返落去。譬如我呢度见到有一点好似冇咗咁样呢，即係强迫症就会变咗咁。其实少少冇所谓嘅。咁見到而又吸得翻落去，咪整翻咯。如果你話啊，我已經搣氣咗啦，咁由佢咯，嗰少少。好，呢一個咧就係咁樣做。側邊揩咗落去甩出嚟嗰啲金粉咧，可以就咁揾膠紙黐一黐起佢，或者係撥走佢都 OK。好啦，然後我哋諗下啦，再睇下點樣整會好睇啦。譬如會唔會整一棵細嘅間條，或者大嘅？第二款啊，呢、這个或者系继续细细铺，亦可以相反方向，即系反转呢个板去翻呢一边，反转呢个板都得，反转呢板。咁呢张金纸唔够大，唔够大就可以做住第二啲嘢先啦，做啲细细粒粒嘅嘢先。好，咁当你习惯咗咧。系会觉得唔需要黐嘅，即系唔需要黐胶纸嘅，就可以快手少少。譬如呢一度，我想做一粒星，咁你就直接去画粒星啦。咁褪低啲啦，我想做埋呢个细星。再高啲，做多一粒细星，唔好平排，平排就太齐整嘅嘢系唔好睇嘅。一高一低，一大一细，呢个信封我已经觉得好 OK 嘅，其实加多只嗱，嗰个信封个背面咧。本身都好靓，佢有一塊呢啲嘢，我觉得都可以烫一塊叶落去。呢个啱啱开信封嗰个口，呢样啦，又系中意裙边又得，画间条又得，你就算框咗个边。然之后入面画其他嘅图案落去都可以嘅。你个头系咁样嘅尖嘅，即系咁幼嘅，你亦都可以用佢肥嗰边。即係打動佢，
大啲面積咁樣套。咁要好小心睇下究竟自己，如果你系中意咁样填满佢，其实都好玩。嚟紧再有呢个填满颜色嘅咧，我就会教快佢噶啦。拉痕啦，最紧要拉痕咗佢啦，跟住黐住，拉痕黐住，因为你用手揿咧都要咁样两只手指揿住拉痕嘅，如果唔系佢巢住咧，你好难烫。你一尖尖位到唔到太多，所以我哋揀 stencil 咧都要揾一个系就翻去到个尖位，一阵间又换我教快啦。啲膠紙有呢個好處，可以翻手，再睇下邊啲唔得。不過少少我都真係有佢噶啦，因為都已經似都幾好睇噶啦。咁樣啦，整多個小仙人掌啦，喺翻佢隔離啦。埋呢个星星，呢、这个闪闪，有创意嘅朋友可以自己谂啲图案去画。我呢排都懒懒地，唔系好想用脑，咁就用埋呢个啦。隨便咁畫啲斜間，你想燙金色咧？金色向面就係啦，後面係背面係咁嘅色嘅。金色向面，想燙彩色咧？彩色向面，跟住想寫一個字啦。黐一黐先，睇晒张呢张，黐黐先。
黐多少少，好啲，黐多少少，最好直啲咯。如果我哋寫嗰陣時候都呢度都會有難度，巢起咗會麻煩啲。呢個直啲，係咁依喺個布先啊。寫俾邊個？起錯唔緊要，得啦，寫嗰陣時咧，講咁咪得啦。好啦，隨手就要寫就冇乜所謂啦。咁撳翻平啲先，撳翻平啲。盡量寫翻你自己想寫嘅，包實啲先，睇下有冇啲位想加粗又未加粗，差唔多。黐住又系可以加翻佢哋，差唔多。越加越開心就會不停咁樣去整噶，同埋好方便啦。大家大約都知道點樣做啦。加到加到滿咯 ，Stencil 咧就唔止得呢兩款嘅，呢幾款係一個聖誕嘅常用啦。呢、這個海洋頭先之前講過啦，海洋。嗱，我而家熄咗呢個佢啦，留意住啊！原本係咁樣嘅，紅紅地色，熄咗之後咧。後面呢一度有一粒掣嘅，熄咗佢先。順便得啱講講點樣換，大家熄咗燈啦，冇燈噶啦。
呢啲好舊款啊，有狗仔，但係有啲同學中意嘅。咁玫瑰花，玫瑰花我都整咗個，呢、這個係玫瑰花銀色，玫瑰花嘅銀色啊，太殘眼，所以睇唔到。呢啲款式咧都好耐都有用開噶啦，咁我大家可以自己睇下有邊個需要。之前有條片咧就拍過，不過冇教點樣寫落去。咁今次有寫落去，都大家大約知道啦。呢個係皮嚟嘅，皮呢個都寫到有少少甩甩咳咳，不過你可以填多兩下咧，佢就實色啲噶啦。呢、这個都是用 stencil， 呢個就是你起了稿在個牛油紙或者起了稿在個礦金紙的面嗰度就直接寫落。狗仔嗱，燙完之後咧，搣塊膠紙出嚟先，即係頭先定住個位咧，係想佢走位啫。呢、这個膠紙咧。咁你睇到烫完之后咧，嗰、那个第一个字嗰个位咧就穿咗窿嘅，呢度就烫唔到嘢啦。其他呢啲窿窿罅罅全部都用得嘅，可以好悭好悭咁样用，唔使开嗰一张。就算你唔悭咧，呢度都一卷咧有成300 cm 嘅。如果你散卖单卷嗰啲，咁呢个细卷啲啦，咁就系呢个少啲啦。另外支筆，我之前用開咧就好經常插 USB 嗰、那個，不過其實方便好多啦，我唔使成日要換電。呢、這、一個又有呢一個嘅好啦，因為呢一個我係中意佢個賣相啫，係啦。但係嗰個唔使換電咧，插住 USB 用係都係好方便嘅。我摸下熱熱先呢個位，呢、這個位唔熱嘅，咁就擰開佢啦。拧开咗咧，你仲见到粒电芯喺呢度添。其实换电喺后面嗰边同喺前面嗰边都好似一样咁样。咁跟住拧翻埋佢。咁呢两个嘴嘅分别咧，就系、是、咁样啦。可以睇下，放到最大啦。呢两个嘴嘅分别。其实佢唔系粗好多，粗少少。但系你有一啲，譬如好似呢啲咁幼细嗰个边咧，用粗嘅就去唔到啦。当然，呢一款咧都差唔多嘅，幼 1.5 嗰个咧系幼佢个幼嘅少少，中间呢个0.8咧，0.8咧就同呢个差唔多嘅粗少少。然之后2.5。不过你唔使话睇个头嗰个粗有嚟拣咯，反而系睇下你中意 USB 啊，定还是系用电芯？电芯就呢个两粒电，两粒电3A 两粒电，哇，都差唔多啦。好，咁咧，挤翻佢先，熄咗就可以挤翻埋，因为我都唔用住啦，可以挤翻。如果再唔识用咧，真系有啲咩唔清楚咧，就可以 WhatsApp 我或者系 Facebook 问啦，两样都得。好啦，今次讲到呢度啦。原来呢啲我都系送俾同学，画咗嗰啲送俾同学，甩粉嗰个金纸甩粉啊，泼下佢冇噶啦。即系如果你话你有一啲冇烫到落去嘅都黐咗落去咧，你轻轻搵胶纸黐下佢咧就甩嘅啦。咁你烫咗落去嗰啲其实佢系唔甩嘅，你咁样黐佢都唔甩嘅。好啦，系咁多啦，拜拜。